是谁？为什么知道我老公的名字？你要不要脸啊你？我老公人呢？啊？你为什么人长得漂亮做这种事情？啊、你要不要脸？干嘛？为什么抢人家老公你？抢人家老公？你跑到哪里？为什么这么破坏别人家庭啊？我好丢脸啊！你装不要脸啊！你臭小子！不要脸的东西！妹妹，妹妹，来正好，他勾引我老公，快帮我把他抓起来！你误会了，任凯在楼下，任凯在楼下，你误会了。你骗我！你们都是一伙的，不要脸，回去！不要，你放开，你放开！